等一下我们呢上演的这个无人机也好，或者我们的烟火秀也好，就是由我们区渔会来赞助的澎湖霞客兰总干事带的团队，再次的谢谢。那我们这两天在福海宫一样哦，拜妈祖，然后认求卡，然后宝贝，我们还有好吃的这个蚵仔糜等等，就是由我们洪主委带的团队，我们要谢谢一下哈。那当然了，在这个过程中要谢谢乡长带领着我们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，还有村里长、地方很多的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我们也掌声谢谢公所的一个这个协助哦。那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现场有非常多，包括我们警察同仁、各个局处啊的这个同仁，以及很多的志工伙伴在周遭。一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，真的要感谢很多人。我们也跟所有工作者默默在工作的人，也给他们谢谢一下哈。辛苦了。好，那每年为期两天，很高兴的日子转眼那就即将要来这个结束哦。那还是欢迎大家哦。彰化呢，说真的很有料，只是我们过去哦太低调。那我们现在不断的把彰化的好、彰化的美，那不断的来推出来，让大家来了解。那如果你喜欢水上游戏的话，我们西北角白色海豚屋连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每逢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大家就都可以去我们这个深港仙溪这个庆安水道这边。你只要带300块在彰化县消费的这个收据发票，到了那个地方去，就可以免费使用独木舟、SUP 或者我们的这个自行车、水上自行车哦，通通都不用钱，就300块钱的就可以了哈。那另外，如果你喜欢艺文的，你呢这阵子可以考虑来我们的美术馆附近。那彰化有几个地区刚好有8样的这个装置艺术，我们也跟店家合作有9样的这个微型艺术。然后呢，每逢礼拜六、礼拜天晚上都还有一些国际性的一些表演哦，表演艺术都有在。那也欢迎大家晚上要这个散步鹿港的这个鹿港西啊，那个灯一直到7月31号哦。那所以说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美，那欢迎大家有机会都来彰化走一走。最近这3个月7、8、9月，你只要在彰化消费200块钱的收据跟发票上传，你就有机会是100万元的得奖哈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机票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游轮票，都是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礼品哈。那欢迎大家多来彰化消费，千言万语啦，再次的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大家的用心，也谢谢我们所有贵宾大家的一个莅临。那我们呢会继续安排更棒更好的节目来欢迎大家。9月份彰化刚好建县300有一系列的活动，在这边也先跟大家先行预约哈。台东有加码，渔会也有，你们在这边消费用台湾配哦，台湾配买档不得到300块的优惠奖励哦。所以说从7月11到9月底这段期间，既然在鹿港地区跟王宫地区消费都有。嗯，马公，咱都来利用。的渔火节虽然是只有2天，但是这么美丽的灯光会延续1-2个月以上。所以虽然渔火节已经结束，但是随时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晚上到这里走一走，因为这里的灯光布置的这么美，随时欢迎大家来吃美食哈，来这边游玩。